亚森全国今日市政府伫咧合区的三十间旅馆增设爱游嘉义的活动期待，民众会当查询家己旅游的观光资讯。期待内底阁有人工智慧爱游猫和民众语音来互动。今日市嘛成为全台第一个以旅馆作为起点，串联网络服务导入资讯平台概念的县市。这是经济办平台发表记者会，市长吴敏辉亲身来体验，感受到智慧城市再升级。整合在地的旅游资讯，由经济部工业局指导爱游嘉义平台计划发表记者会进行伫个兆平酒店登场。市长吴敏辉亲自到现场，细心来体验活动期待，含爱游猫来活动体验，购买快来嘉义游艇的票根，嘛邀请来自各地的游客做伙来到嘉义体验着新旧综合之美。哎呦，嘉义那家水，这就是我们的爱游猫的出现。那这个爱游猫，我们也很光荣，也很骄傲的是，这个爱游猫就好像很人性，就好像你身边的好朋友，不断的你想要问什么，它就可以告诉你，更有人情味，更很有科技味的爱游猫。它现在这里，你只要在我们嘉义市的旅馆，旅馆业者，你可以看到这样的一个这样的机台，你就可以看到我们关于嘉义市旅游的资讯，而这些旅游的资讯可以陪伴着你，你想要到哪里你就可以到哪里，而且提供你更多美食美景所有的好资讯，甚至呢大型的活动还有历史的故事都一次告诉你。我想我们非常感谢我们业者的努力，那携手合作，让我们智慧悠游嘉义，爱游嘉义，这是我们最重要今天要推出跟大家分享的。所以你带了好朋友来到饭店，万一不知道的时候，或者来嘉义的旅客，你就可以上网看到爱游嘉义。参与着爱游嘉义平台计划，旅馆内底拢总有一台活动的机台，由业者精心规划、主题包装，机器提供着语音服务功能，同时平台有真侪国家的语言界面，方便国际旅客来操作，提升游客的方便性和交通的意愿。爱游嘉义平台以游客的观点出发，未来规划要来结合着旅行业者，创造和游客更加亲近的接触，也运用着智慧科技，让嘉义市成为旅游热搜的焦点，大心来解决着游客伫咧旅游时阵会拄着，包括着语言、交通、采购和体验文化等等大大小小的代志。最新新闻，丁顺王小帅，嘉义市采访报道。